亲爱的，你干嘛老打我呀？看你还找不着小三。这么晚了你还有脸回家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找小三。快出去出去，勾引我丈夫你还有理吗？什么比赛水平呀，打他打他，左勾拳左边。哎呀，我不是让你打他，我是让你咬他。我最爱玩的就是水果忍者了。你肯定不是用的自己的 iPad 的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一段双簧。不要以为我是吃鱼长大的，你们人吃的东西我照样会吃。他每天都给我吃猫粮，小白都吃上棒棒糖了。有时候在家闲得无聊什么的，和主人做捉迷藏。老高，你没有见过喵星人喝水的样子吗？我会告诉你我很淡定吗？棒棒糖吃多了一定要运动一下，要不然会身材走样哦。很久没有弹钢琴了，一听到熟悉的音乐就会有点不由自主。每次赶走大馋猫我都用这招，屡试不爽啊。哎呦喂，你吓死我了，就算死我也得吃完了这口再走。见过打老鼠，从来没见过打猫咪的。喂，那只调皮的，给我站住！